老板，给来个肉夹馍，谢谢。啊，可以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啊，这个辣汁肉夹馍，肥瘦相间。这样一块肉做一个是吧？是因为这个肉有块大块小。有块大块小、是吧？我们就是说大块的吧，好几一块用不了，小块的好几用好几块。这都是这个盘子肉啊，这加的是什么？辣椒。青椒。哦，加一点辣椒。辣椒。这样一个多少钱啊？这样一个6块钱。我看你这个坛子里边还有其他的那边有鸡蛋，有鸡蛋，有鸡蛋，给我加个鸡蛋，加个这个兰花汁，豆花干，豆花干，对，都是现剁的肉啊，对，加个这个豆干，装个荷包蛋，我看你有荷包蛋是吧？对，加个荷包蛋，这个样的是吧？要荷包蛋，荷包蛋，谢谢啊，对，这个啊，这个漂亮，加一个荷包蛋，对，加个这个兰花豆花，好，可以，兰花干。下面有对，我先把它这个肉得先进来是吧？对，这个饼这叫白吉馍是吧？这个白白的白吉馍，对，加上这个肉，对，这样一个是6块，加个蛋再加个兰花蛋，加个豆花，总共是8元，8块，好，一个鸡蛋一个豆花都是1块钱一个，鸡蛋一个豆花，你要几个？我要4个，好，反正都好几个得要，好，满满的一个。满满一个是吧？对，满满当当。挺实惠，8块钱。好嘞。还有肉，还有鸡蛋，还有豆花。对，总共8块钱。你说的都对。谢谢。好，我直接吃了。这个大馍的大小啊，还是很大的。你看，加了一个这个荷包蛋，我觉得加荷包蛋比加卤蛋更好吃啊。加上豆干，来吧。好，吃一口这个肉试一下啊。酥酥脆脆的。这个肉卤的啊，是咸鲜，我不知道，有可能加这个辣椒的原因吧，它有点回甜，不错，汤汁很饱满，好吃。你看，这个肥肉比较多，其实吃肉夹馍呢，还是肥肉多一点比较好，特别香。再来一下这个鸡蛋和这个豆干的部分啊。荷包蛋里边吸满了这个肉汤，哇！然后荷包蛋本身煎的很香，再加上肉汤的香味，特别棒，不错。这一个8块钱，完全可以吃饱，大小很大。我们在菏泽，为菏泽的美食点赞。